滴虫的确因为性行为可能会传染了、啊，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症状。那少数人如果真的受感染之后，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。那男性为什么也会有泌尿道感染？哈，一旦我们发现男性有泌尿道感染的时候，可能不一定是单纯憋尿或什么其他因素造成的。当然，憋尿少喝水是一个因素。那我们也要探讨有没有其他的原因。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小孩、幼童，可能要看看有没有先天泌尿道异常的状况。好，那如果过了青春期以后，成年之后，那看看可能性行为也会引起泌尿道感染的状况。那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可能就比较更复杂了。年纪大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排尿的困难，比如说射物腺肥大这些状况。那如果以整个年纪族群来讲，另外一个结石也要考虑啊，因为结石在台湾其实算是一个高发生率的地方，所以结石也会造成男性的泌尿道感染。那一旦有感染，其实我们都建议说，尤其在男性，可能要做一个简单的泌尿系统的检查，超音波啊、尿液培养这些都要做。嗯，那这边其实有提到说，如果尿道发炎，甚至可能会让男生一些生殖系统会受损嘛，就长期不治，还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如果反复的发炎，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尿道会造成狭窄呀、啊，或是说堵塞呀、啊，甚至如果是造成附睾炎或是其他的更严重的并发症，的确可能会影响到生育的功能，可能会影响到输精管的堵塞这些。不过这个大部分都是很严重慢性的感染才会这样。滴虫的确因为性行为可能会传染了、啊，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症状。那少数人如果真的受感染之后，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。那表现的症状有很多种，有些可能就局部的不舒服，有些人甚至会造成出血啊，甚至跟一些尿道炎常见的症状，频尿、小便灼热，甚至有些人会有分泌物，可能有关系。那但毕竟这还是比较少了，不是我们常见的泌尿道感染之一。所以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，比如说看到男生泌尿道发炎，跟他说、你要不要带你老婆女朋友来检查，会需要吗？好。如果是一般的细菌性感染，那个目前应该是不需要的。可是如果你怀疑是因为性接触造成的传染，可能就建议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，比如说万一有淋病，哦，这个你的性伴侣也要一并检查。如果比如说我们讲的菜花这一类的，那你的性伴侣也要检查。哦，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滴虫这部分，因为毕竟如果经由性接触传染几率还是很高。这一类的都建议你的性伴侣或配偶要来做检查。